它的后座的椅子都没有什么皱褶，没有什么使用痕迹，看起来很新，双色的。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我是位于南投市东明路上的中兴汽车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款2011年的福特的 Focus， 它是柴油的，网络售价 24.8 万，然后它的头灯非常的新，然后还有搭配雾灯，它搭配了16寸的铝圈。然后它的后照镜上面有方向灯，然后它的车漆很漂亮，原版件，搭配了一个小尾翼，还有倒车雷达，还记得它是柴油的哦 ，TDCI 就是柴油的，倒车显影，它是五门的，所以它的有点类似旅行车，置物空间非常大。它的后座的椅子都没有什么皱褶，没有什么使用痕迹，看起来很新，有双色的。Focus 目前跑了158474公里，它搭配了多媒体的主机、倒车显影、定速，然后还有音源键。这台 Focus 它搭配了 TDCI 引擎，然后引擎是非常干净，然后还有隔音棉。它引擎盖开的方式非常特别，是从这里开，不用再从驾驶座那边开。今天这台 Focus 就介绍到这边，喜欢这台车的朋友欢迎预约赏车，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欢迎订阅、分享加按赞。实在就是 SUM。